电梯门没关呀、啊，天台门没关的。电梯门要开了，电梯门没关呀、啊，天台门没开的。电梯翻译也太多了，电梯走了，天台下了，电梯门要关。重复也是一样，英文、客家语、台语、闽南语、国语，对啊，捷运也是啊，有必要这样子吗？